粉丝送我们小狗狗哎、欸，不要再养了啦，就两只而已啊，不要多啦，不能这样养了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再养了，家里这样子我没办法了啦，那一只栗子我都受不了了，那只猫受不了了，没有办法啦，还人家啦，粉丝说他送我们的，但是没有用，他说有一只要给你，我不要啦，我要养那看嘛，我没有体力去养它，爸爸你看，不要你把它带走了，你不要这样子找麻烦啦、啊。不是，你要养狗可以，你要有办法带它，你不能丢给别人来带。栗子走掉了就不要再养狗。栗子走掉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啊。那、啊、你没办法接受，那也没办法啊。因为那狗你不要住在家里面了，家里猫带走了，带走了，带走了，不要在这边了。怎么办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疗愈都没有疗到，本来以为宝宝很开心的。他的心理变化太严重，所以我们以为说这样会不会有些小动物、小生命他会比较开心，就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撤离。现在就是我以前做过的事情又轮回，要再拜托其他朋友，然后送别的朋友家，然后待一阵子再带他回家。爸爸，你看粉丝送我们小狗狗哎、欸，不要再养了啦，就两只而已啊，不要多啦，不能这样养了啦。给你看一下，他说。因为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想说可以不要啦，不要再养了。家里这样子我没办法了啦。那一只栗子我都受不了了，那只猫受不了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还人家啦。粉丝说他送我们的，但是没有用。他说有一只要给你，我不要了，我要养那看嘛。你喜欢黑色的还是咖啡色的？我都不喜欢，我没有体力去养它。爸爸，你看，不要你把它带走了，你不要这样子找麻烦了、啊。帮他开频道，我们家里脏到不行，我们真的没办法。咖啡色，狗不要养了。一点头，那两只可以吗？太多啦！爸爸，你看，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可爱吗？没办法，超可爱的，小小的，没有，这都快忧郁症了。那他可以疗愈啊，疗愈就头了，不要养，不要养，不要养。可是粉丝送的，这样怎么办？你们处理啊，我们没办法，你带到别的地方去。他说可以疗愈你，帮我看爸爸。哎，不要，很可怜呢。先把他放到家里。你要反正带狗，你也要经过大家同意嘛。你如果有办法带，你带嘛。我可以带啊。你带你就带啊。你要再养这个，我们就出去了。我们不住这个地方了，因为整天都不用做事，带这两只就好了。带出去了，不要放在这边啦。你为什么赶他们走了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带这个狗。没事哦，因为他太紧张，就来尿尿。哎呀，他会找你，爸爸。我们没办法。养家告来嘞，要自私到这样子啊！你看，装可爱干什么啦？你家里被你弄到这样子。我上次还有做噩梦，梦到他拿很多出来，就突然你一起来的话，很多只这样子，然后那个猫还变形的。不是，你要养狗可以，你要有办法带它，你不能丢给别人来带。栗子走掉了就不要再养狗。栗子走掉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啊。那你没办法接受，那也没办法啊。进来，正式踏入客厅。看我新朋友栗子，他真的是栗子又生气我吗？栗子也生气了，是你要看看他吗？妈妈，来，我看他们两个自然接触。静静也是干净。人家不要的就给你，我跟你讲，一个狂犬病，到时候你看大家屋子里面大家都惨，家里猫带走了，带走了，带走了，不要在这边了。怎么办？那他们今晚没有地方睡觉，你们自己带，可能要带去哪边？你自己有办法，你们要自己带。你我人不跟他一起住，他不会进你房间的。要不要看一下？他很可爱。我不想看。小雨，你这么爱，你都带回你家。那中藤你也带回去你家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好啦，那就回我家睡。当初栗子回来也是这样嘛。外面整个东西都被你弄到这样，垃圾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大家一起过去，好吧？那一起开始走吧。好。主角来了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有开始在介绍了吗？哎、欸，走、欸、了，完全不回头。唯一受爸爸青睐的狗狗。因为环境不允许，住的地方东西又多，
你那狗有狗在跑的空间，它连那空间都没有，它很可怜。疫情怎么办？放松藤家吧。我家跟狗窝一样乱，计划失败，很失败耶，那呢？一点疗愈都没有，还被骂半死。他爸爸看起来很生气吗？真的很生气。爸爸真的生气了。对啊，姑姑跟我说，姐姐带两只小宠物回家，小栗子看到一定会很伤心。他认为他现在失宠了，小栗子会哭。他都不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疗愈都没有疗到。反正有宝宝很开心的，警卫都说他好生气。我以为人老了之后，他会想要养狗啊，养点小动物啊，过老年生活，就好像还不是这样。大宝宝还是蛮年轻的，他的心理变化太严重，所以我们以为说这样会不会有些小动物、小生命他会比较开心，就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撤离，先撤离到放到你家，该照顾的我们都会做好，这样不会让他们受苦，因为是意料中之外。那个带回来宝宝很开心，结果。连家门都进不去，我就全部被赶出来了。可是我觉得不会那么难，这段时间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期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让他们回家的。我再 push 一下。嗯，现在就是我以前做过的事情又轮回，要再拜托其他朋友，然后送别的朋友家，然后待一阵子再带他回家。